龟普通海鲜，它怕鱼的。来，看下来，套卷套卷，一定集中，你会去抢套卷。信宏为什么跑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抖音刷反的，看完了。别别别别，看你会过别，看起来，不停下来，停下来。我买了，我买了。哎呀，五八。好啦，早个波能十波香芋，怎么样？十波，可以愈快钓愈快钓，你等下发。阿拉黑哟，阿拉黑哟，三盒五百跟两盒五百的。为什么信宏跑来丰原？我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了，我回答很多了。他为什么跑来啊？因为他很久没有来，他没有来过，他还来这边亮一下，让丰原的人看一下他。两百六了。嗯，录像。录像。生意旺旺。他摆过来了，兄弟。几点到几点啊？今天大概到十点半，今天应该是到十点。六点到十点。我弟来了吗？他没有身体不好，他昨天有啊。老公弟身体不好，所以最近都要叫你来。身体不好，你我身体不好，你哪会？你看你妹啊！你看，伊啊你妹啊你妹中气十足，闹身体不好。他在骂人，中气十足，闹身体不好。骂人啊大声，但倒位身体无好。你卖无？你卖我啊？六包。两包三包啦，听袂出来，二三包啊。伊讲两三包就是二三包啊。两三包就是二三包啊。来，老板，不加，不要，不要我二两包，你吧。哎，多啊，来，有啊，有啊，工程早。